二槽装置艺术。天气又转好了，没有下雨，我们运气真好。哇，山南美景，我们正在走玉场公路，出门拢看到山，想的拢是山，想要爬山啊！老天爷很赏脸，天气还是不错的，毛毛细雨不用撑伞，金刚大道。今天看不到海，只看到雨珠。神同行哦，花莲这里现在是好天气，我们在山里咖啡，耶！这里适合拍照，餐点就普普啦，因为没有摆盘，用环保杯装着，感觉就不忧。这样呢，山南先生，你看我们落雨松，还有那边，请看小姐，我的往那边，还有特别的建筑物，喜欢拍美照，跟朋友一起在那聊聊天。辈子照过最多的照片，我想呢，今后呢，我应该不用再照相了，因为我已经把这一辈子的相片都照完了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ending。要吃的皇家炸弹葱油饼，度假酒店海景房哦，快来看看海景房嘞，耶、yeah ！哇，一定要看一下海景哦，海景，哇，海景。先入住花莲的七星潭度假饭店，在七星潭度假饭店。顶楼风景，免税100分，房间也100分，无敌的海景，Thank you.
出来表演，阿丽莎，你好。